要先向东。好，那么目前要进行的呢是我们的洒酒。那么洒酒的仪式，洒酒的意思呢，是来告诉我们的祖先，我们猴祭活动即将开始，请祖灵们保佑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的进行。各位同胞们，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好。今天呢，是我们卑南族的猴祭，那么我们族委呢，特别派我啊，一定要跟祖灵啊，祈福。那么我呢，还是很高兴的，对大家啊，代表，跟我们，祖灵啊，有一个沟通的机会，才能，这个节目才能开始动工。在这里呢，我也准备了一些，我们，在这里我也准备了米酒，我们的族灵最喜欢喝的，还有一些槟榔。那么在这里开始念经。那么念经的话，就是说我要用卑南族的言语去跟他沟通。现在开始，今晚到沙古就跟他多么慢，那没办法，那没得路，那都提供给他。Aro wang san mina mga ngayaw ka niya kadi pagtadod mina data kakawainan kadi itukay hindi ah mungkar may mabori awan mi kadi nawi mila aro wang san mi karam kanyang mo basipas mo mangayaw i daya mu na tumaman mu a ada mi budaya mi likudan nanta dalak na kuma likudan ni maladama da ta kakuenan我们的下一代在都会才能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来的，他的这一个起义是怎么来的，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表演。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让我们表演的时间好好的表演，然后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而且快乐，这个生台南市民也是同样的有这么一个信心，在这里我也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谢谢大家，我敬酒一下。希望我们的祖灵呢，能够保佑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呢，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等一下他们会扛住的，用旁边的啦，现在用旁边的，在部落也是这样嘛，对，现在已经用旁边的，因为保育我们现在就在沿海部落也是现在一个政府，对对，哎，那个就快点来请你们吧，正常进来的需要对，明天的那个生产的，谢天谢地谢祖先，在地的这个土地公也在内。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就可以开始启动了。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在我们的原民部落呢，甚至于还有点火的仪式哦。那么因为我们在都会区内这个仪式点火的仪式，我们就省略。这个是因为是都会区，如果是在原乡的话，他们要亲自家好的，谢谢我们的郑头目，谢谢，来，是不是给我们郑头目掌声鼓励？谢谢。